为了要改善中山高速公路彰化这段塞车的状况，交通部将这个路段改作南北双向四车道，但是有三座跨越桥因为长度不足，必须先拆除才重建。其中两座是位在秀水乡内新兴街的上兴桥，以及花秀路顶头的秀溪桥。十号下晡，秀水乡公所以及代表会会同高工局做伙到现场来会勘，要求高工局必须做好相关配套措施，降低对民众的影响。为了将中山高速公路彰化段改作南北双向四车道，交通部规划将秀水乡内底两座跨越桥拆除重建，但是这两条拢是秀水乡对外重要环向道路。因此，乡长是强烈要求高工局要做好相关配套措施，降低民众塞车以及安全的问题。但起码对外的哈，我们这个主要还秀水乡横向的三条，这个对外联络道路哈，啊，起码要加等这两条，剩一条繁华路了。啊，繁华路目前的这个车流量就真大了哈，啊，以后势必一定会造成一个这个交通的一个拥塞哈。啊、包括伊即马高工局规划出来即个替代道路的话，一些替代道路的话，拢是要横跨一些涵洞，包括一寡安全问题、啊道路的问题吼，嘛是要请咱高工局这边以及我们有关单位，把咱做些真好的即个配套措施。代表会主席蒋宪忠指出，这是真侪民众以及学生上下课一定会经过道路，希望高工局一定要甲地方协调好，包括替代道路夜间照明甲路边的状况，保障民众行的安全。针对交通局吼，啊，希望吼，啊，因个当吼，甲地方协调啊，好势吼，因为这个改建工程势必会造成吼，咱地方的乡民吼，诶，交通不便安尼啦吼，啊，所以伫只要求咱这交通局吼，会当来做好良好的配套措施。六百外工的工期，高工局嘛承诺会赶紧来完成，尽量缩短工程的时间。那这个工程对我们彰化路段这个中山高速公路拥塞的情形哦，有非常的重要的意义啊。那我们首先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去推动这个跨越桥，这三座跨越桥的改建。那我们也会用最快的时间，虽然我们的工期这个工期是六百多天的工期，但是我们会尽快的去把它尽快完成这样子。那我们估计希望能够缩短至少100天的一个工作时间。降低对我们地方这个秀水乡的一个困扰。乡长表示，两座跨越桥拆除重建，对乡内交通一定有真大的冲击。希望中央爱赶紧完工，并且做好相关的配套，将对民众影响降到上低。新竹华新闻蔡良清秀水采访报道。